中国我所才区方杨振宁。杨振宁是科学家啊，还是一名神寒？当然是神寒，科学只是他的职业，一于道士也烧炉炼丹，但自在才阴不阳，保其虚神。82岁的老道士与28岁的美人交合，一起长生不老，飞天而去。杨翁之合，谈不上比翼双飞，也谈不上爱火精神之恋，即便玉冰一宿，也可用那无涯的嘴去吸云吞袄，红枣也能补血养生。中国人的境界是道，从秦始皇到毛泽东，求道无成，飞天成渊，便拉取人来杀生陪葬。从妃子侍奏到黎民百姓泄愤填缺，满足一己私愿，只是道德不改，莫非翁小姐也只想挂帆而去，没有楼宇之欢与人间烟火的需要？在这个崇风权威与唠叨仙妖的国家。